与神同行，与神 TONG 同行。朴正宇跨34度台湾很爽，马东石转世竟想当这个。韩国电影《与神同行：最终审判》主演全汉导演来台宣传，记者会一开始，何振宇就卖萌。谢谢大家，来，我们大家请起立，好，谢谢。好，我们记者会呢就到这里呢。哎呀呀，是这样。真的。记者会呢？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些台湾的糕点给他们认识。上，快快，弄到。原本以为大家会不习惯台湾天气。韩国보다는좀덜더워서좀창피한느낌이었어요首先呢，因为比韩国，没有比韩国热，所以呢，有一点清爽的感觉。啊，还是说比韩国热啦？아니요시원하다고한국이더덥다韩国更热。啊，比韩国凉快。可是你昨天一直在擦汗呢。昨天新闻你有没有看到？播出去都是你在擦汗。그건제가원래땀이많아서그건자연스러운현상이에요거리도항상깨끗하고뭔가좀정이넘치는느낌이좀들었어요저는거기길을다니는사람들이나뭐음식점안에있는사람들이항상되게밝은표정에행복한느낌이좀있어서一个觉得台湾很凉，一个觉得台湾街道很干净，怎么跟我对台湾印象不太一样？아오늘제가대만에와서버블티랑망고빙수를꼭먹고싶었는데시간이많지않아서살짝좀아쉬운것같아요오기전에도뭐첫방문이라굉장히기대도많이했었고근데공항에서부터어제레드카펫끝나고그리고호텔何振宇跟翻译老师说，金东旭今天想唱歌，说看我们能不能 Q。但如果我们 Q， 我们可能会被那边瞪。所以呢，何振宇，你要不要自己 Q？ What happened？ 都来。何振宇，你觉得导演有可能顺利在49天审判完毕吗？有没有在哪个地狱他会过不了？몇개는어려울거라생각이들어요거짓지옥이힘들지않을까요마동石跟朱志勋。对。如果不能投胎当人，你们会想投胎当什么？저는북극곰을좋아하긴하는데지금뭐예지금뭐멸종위기동종이니까안될것같고뭐극지방에살고있는새라든가뭐천적이별로없는바위로태어나겠습니다왜냐면제가가만히있는걸좋아해서